美心珠宝行，为您量身定制您自己的珠宝。美心珠宝行是新加坡耳熟能详的老字号品牌，1965年第一间店在五级芝麻美世界创立，至今已经走过悠悠半个世纪。经陈家三代人合力打造，以诚信经营、品质一流、优质服务著称，成为一块响当当的金字品牌。美心珠宝行是扎根于邻里的珠宝品牌，创办人陈清岩先生后在位于五级芝麻美世界盘下一间小店取名美心金装珠宝行，开始经营珠宝首饰，由大儿子陈伟光管理公司，带来全新的经营思路和模式。1975年，美心注册为私人有限公司，企业管理更上一层楼。1998年，美心金装珠宝行改名为美心珠宝金行，继续为消费者提供品质佳、做工精细的珠宝首饰，深得大众喜爱。如今，美心在位于金文泰广场开设了亮旗店，第三代接班人也进入了管理层，美心品牌得以提升。多年来，美心珠宝行始终坚持走童叟无欺的诚信道路，既保留优良的传统手工艺，又与时并进，推出适合各个时代的金饰。其新颖独特的设计、卓尔不群的理念、人性化的服务、优质的品质深入人心，一代一代的消费者跟随美心成为最忠实的顾客。靠着这些忠诚客户的口碑相传，企业品牌深入人心，美心品牌灼灼生辉。永远配合时代潮流，求变求创新，新颖的设计，合理的价格，创造适合各阶层的新产品，是美心珠宝行的企业特色。为每一位顾客量身定制专属珠宝首饰，让顾客带着希望而来，买着满意的产品而归，是美心珠宝行的企业宗旨。美心珠宝行有最专业的供应商和制造商，他们严格把关，含金度100%保证，为新老顾客提供包括金、银、珠宝等各种配饰服务。美心珠宝行提供的珠宝首饰可谓多样化，包括黄金饰品、钻石、宝石、翡翠、玉器等，无不包含在内。在销售产品的同时，美心也为顾客重新设计、以旧换新、修补、修改尺寸等细致的专业服务。经过半个世纪不断发展和完善，今天的美心已经成为能够提供设计、定制以及维修精器，即生产、销售、改制、维修为一体的多元化企业，在中高端珠宝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拥有独家商标版权的美心行，以其精细手工、新颖的设计、口碑相传的信誉、品质保证一枝独秀。无论传统金饰系列产品还是玉石系列产品，一直傲立市场。这些紧随各个年代潮流设计的产品，成为几代人婚嫁、生日送礼的最佳选择。许多以前老顾客即使搬家后，还会专门从益顺、物洛来到金文泰光顾美心，不少顾客一家几代都是美心的忠实顾客。在美心珠宝行拥有忠诚的员工，这些训练有素的员工在企业得到专业的培训，见证了企业的发展，同时也成长为各方面的专家。2013年，企业荣获新加坡品牌。未来，美心珠宝珠宝行将继续坚持诚信经营、高品质产品、人性化的服务，把美心的品牌打造为百年金字品牌。Hello, I'm Susan. I know Mihang and Tony, who's in the director of Mihang for many years now, since 1978.That was the time that I bought my jewelry for our wedding. Followed by my children's 1 month baby, I also come and visit Mihang for all my jewelry supplies. Recently now, I bought this row of pearl, which is very beautiful, which Tony has recommended to me. The customer service is very good, and I'm very satisfied. They have served me very well, and also my friends and my family members.
we'll continue to use Mihing for our jewelry goods. Thank you. 大家好，我是陈伟光，是明星珠宝第二代传人。我和我父亲创办这件金饰到现在已经有48年了。我以金饰开始，现在已将公司扩展到多元化的产品经营。我们根据顾客的要求为他们量身定做珠宝首饰，得到顾客一致的好评。